莫蒂是不是喜欢玩金库？基本上只要跟钱有关的东西，我都爱啊。有，我的宝莉渐入佳境了，决定要跟宝莉人机一体。我有，我有。那人机一体啊，别让他打出蛋呢！我的，看到没有？人机一体。宝莉越来越会丢了，好爽。我一直丢起来了我的宝莉。Oh my god！有一天我在电梯里面帮忙按电梯的时候，没有，有一群人就进来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请问贵宾们要到一楼还是 B4 就是停车场，一楼就是大厅，请问各位贵宾们要到一楼还是 B4？ 完全没有人理我，完全没有人理我。然后他说算了，我一楼跟 B4 都按。后来一楼的门打开了，没人要出去，就在关起来那一刹那，有一个男生就说，呵呵，好久没有回他，我不是贵宾，我是哈士奇。我要到 B4， 跟你讲，我真的打爆你，尴尬又出来。真的，好久没有回答。我要到 B4， 我不是贵宾，我是哈士奇。重点来了，他那个那一团，一个女生说：“哇，你好有梗哦。”伯恩夜夜秀，对不对？交给你啦，让我们看看 BB 差距。有哦 ，BB 差距出来喽！有 ，BB 差距哦，有，我们的 BB 比较强哦。我应该接起来才对，这都是打给我吗？不是吧，要吓我呢？他的号码不像啊，他的号码感觉就是推那个什么。你好，是李正林先生吗？不好意思，我这边有一笔资金想要借给你，40万没有零利率哦，要不要想搞一下？那手头边有没有想要缴的学贷啊、车贷啊？我跟你说一下哦，这全程的录音。欸，他刚刚打给我，他要挂掉了，完蛋，是不是公司啊？不太妙，我也害怕。喂，你好。Hey, Modi 哥。
会跟 Murphy 哥换早吗？我明天早班，方便吗？怎么了吗？因为 Murphy 哥他今天晚班了、啊，然后我没有注意到他明天是早班啊，他晚班变早班。对啊，想说你们方便跟他换一次。好啊，可以啊，方便是不是？那我换喽。好，那我明天早班。耶、yeah, ，好，谢谢你，感谢你，祝你开台顺利，五运昌隆，拜拜。你再说一次，再说一次。我说祝你开台顺利，五运昌隆。我都要等你打完我才敢打电话，你知道吗？你好优秀哦，是吧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加油！那我明天早班，拜拜。氪金啊，我也推荐氪金。跟你讲，氪金只是把钱变成你喜欢的样子，它还是你的钱。你氪的造型，它变成你喜欢的样子，它还是属于你的钱，你在用它。哎，你们不能这样子的，看。我靠！我这么怎么打、啊？哦，压西郎那个仙人掌走进去，好怕死。我今天帮一个客人按电梯，他是一个退房的客人。来，我解释一下，我的饭店的柜台在六楼，要办理入住退房手续的在六楼，一楼是我的工作的地方，叫门面大厅。有个客人已经退完房了，六楼退完房的时候下来一楼跟我讲说，他帮他寄存行李，就他就在等人，等着，他就想要上厕所。我说好，那了解，我们厕所在六楼。可以直接上去，他就说啊，那我没有房卡，我有办法上去吗？因为我们去楼层都要逼房卡，这是非常安全的一个设施，就是要逼楼层才可以按住房楼层的那个钮。他要到六楼去上厕所，我说好，那没关系，那公共区域的话，六楼可以直接按，不用房卡，公共区都不用刷卡。他就说哦，好好好，他就上去了。结果他进那个电梯之后，我要关门的时候，他就突然打开说那我要下来一楼怎么办？我下来一楼的时候没有房卡，怎么下来一楼？好了，完了，输了。我应该要直接扣那个女客人害的。怎么死啊你们？哇，我们这样玩得真好哎！我们这个合作无间配合 ，Oh my god！